还有骆驼。 老师，你可以去摸摸骆驼，可以站到前面去。哇，这骆驼不咬人了？你可以上前去摸摸。哎呀，这骆驼挺好，这骆驼挺好。那毕老师，你没事吧，毕老师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旅游固然重要，但是有一点必须记住，不要跟。